巨大的螺壳盘旋而上，一片绿地公园缓缓升起。这座绿色生态建筑就是上海自然博物馆，集古生物学、植物学、动物学、人类学、地质学等多种学科，致力于标本收藏、科普教育和科学研究。馆内有10个常设展区及临展厅、4D 影院、探索中心等功能区，其中以人文和自然科学为主题的展区陈列着上万件的标本，结合各项媒体与科技，让大家能自主学习、观察实验、对话探讨，营造动态开放的学习空间，适合全家大小一同学习，领略大地之美。